你觉得钻石代替黄金怎么样？ 也许在你决定之前，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会给你四点金，而不是钻石作为你的嫁妆。第一，四点金四分金，等于屋顶的四个角落，就是象征John可以为您提供舒适的屋顶。第二，黄金象征财富和繁荣。 我也会选择最纯净的黄金给你，99纯金，也意味着最纯净的祝福和真诚送给你和John。钻石永远是女孩最好的朋友，但是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以及你和John之间的结合，我想给你一些象征性的、有意义的首饰。 希望给你的四点金，可以视为传家之宝。你和John可以传递给下一代，来保留这个习俗。